此节啊。对，我来帮你解开吧。好，我有点手有点抖，很紧张。我等一下，因为也希望依依能先找到自己的幸福，但是又很害怕万一他真的跟依依走了，然后我就没有一点告白的机会了。依依，你觉得糖甜还是我甜呀？都挺甜的，但是在我心里面是你笑起来最甜。但是这次我想为你许个愿望，我希望你永远开心。其实我心里面特别的难过，因为他一直不讲话，我也知道他其实是拒绝了我。我懂了，对不起。你去找露露吧。没关系的。